尔时，世尊而说颂曰：诸和何所为？如星一灯幻，漏泡梦电云，应作如是观。十薄伽梵说是经已，尊者善现及诸别除、别除尼、乌波所迦、乌波斯迦，并诸世间天人、阿素洛、建达富等，闻薄伽梵所说经已，皆大欢喜，信受奉行。大般若波罗蜜多经卷第577。大般若波罗蜜多经卷第577。大唐三藏法师玄奘奉诏译。第九能断金刚分。如是我闻。一时薄伽梵在室罗伐住室多林给孤独园，与大别除众千二百五十人聚。尔时世尊于日初分整理长服直持衣钵，入室罗伐大臣起食。时薄伽梵于其城中行起，时已出还本处，饭食器收衣钵洗足矣。于时后时夫如常坐结跏夫坐，端身正愿住对面念。时诸别除来一佛所，道以顶礼世尊双足，又绕三匝退坐一面，具受善现意于如是众会中坐。尔时众中具受善现从坐而起，偏袒一肩，右膝着地，合掌恭敬而白佛言：稀有世尊，乃至如来应正等觉，能以最胜摄受，摄受诸菩萨摩诃萨，乃至如来应正等觉，能以最胜覆主，覆主诸菩萨摩诃萨。世尊，诸有发趣菩萨乘者，应云何住？云何修行？云何摄伏其心？作是语已。尔时世尊告具受善现曰：善哉善哉，善现如是如是，如汝所说，乃至如来应正等觉，能以最胜摄受，摄受诸菩萨摩诃萨，乃至如来应正等觉，能以最胜覆主，覆主诸菩萨摩诃萨。是故善现汝应谛听，即善作意，吾当为汝分别解说。诸有发趣菩萨乘者，应如是住，如是修行，如是摄伏其心，具受善现白佛言：如是如是，别本或位，如是如是。世尊，愿乐欲闻佛言善现。诸有发趣菩萨乘者，应当发起别本有作趣者如是之心所有诸有情，有情摄所摄，若卵身，若胎身，若湿身，若化身，若有色，若无色，若有想，若无想，若非有想非无想，乃至有情界施摄所施摄，如是一切，我当皆令于无余一妙涅槃界而般涅槃，虽度如是无量有情令灭度矣，而无有情的灭度者，何以故？善现，若诸菩萨摩诃萨有情想转，不应说明菩萨摩诃萨所以者何？善现，若诸菩萨摩诃萨不应说言有情想转，如是命者想，是夫想，卜特迦罗想，一生想，摩那婆想，作者想，受者想转，当知一耳。何以故？善现，无有少法名为发趣菩萨乘者。复次，善现，别本有一若自菩萨摩诃萨不住于是应行布施，都摩所住应行布施，不住于色应行布施，不住声香味触法应行布施。善现，如是菩萨摩诃萨如不住相想应行布施，何以故？善现，若菩萨摩诃萨都摩所住而行布施，其福德具不可取量。佛告善现：与汝意云何？东方虚空可取量不？善现答言：不也，世尊。
善现。如是南西北方，四维上下，周遍十方一切世界虚空，可取量不？善现答言：不也。世尊，佛言：善现。如是，如是。若菩萨摩诃萨兜摩所住而行布施，其福德具不可取量，亦复如是。善现，菩萨如是如不住相想应行布施。佛告善现：与汝意云何？可以诸相具足观如来不？善现答言：不也。世尊，不应以诸相具足观于如来。何以故？如来说诸相具足即非诸相具足，说是语已。佛复告具受善现言：善现，乃至诸相具足皆是虚妄，乃至非相具足皆非虚妄。如是以相非相应观如来，说是语已。具受善现复白佛言：世尊，颇有有情于当来世后十后分后五百岁，正法将灭十分转时，闻说如是色经典具身时想不？佛告善现：勿作是说，颇有有情于当来世后十后分后五百岁，正法将灭时分转时，闻说如是色经典具身时想不？然复善现，有菩萨摩诃萨于当来世后十后分后五百岁，正法将灭十分转时，具足施罗具德具慧，复次善现，彼菩萨摩诃萨非于一佛所成是供养，非于一佛所种诸善根。然复善现，彼菩萨摩诃萨于其非一百千佛所成是供养，于其非一百千佛所种诸善根，乃能闻说如是色经典句，当得一净信心。善现，如来以其佛智悉已知彼，如来以其佛眼悉已见彼。善现，如来悉已觉彼一切有情，当生无量无数福聚，当摄无量无数福聚。何以故？善现，彼菩萨摩诃萨无我想转，无有情想，无命者想，无士夫想，无卜特迦罗想，无一生想，无摩那婆想，无作者想，无受者想转。善现，彼菩萨摩诃萨无法想转，无非法想转，无想转亦无非想转，所以者何？善现，若菩萨摩诃萨有法想转，彼即应有我执、有情执、命者执、卜特迦罗等执；若有非法想转，彼亦应有我执、有情执、命者执、卜特迦罗等执。何以故？善现，不应取法，不应取非法，是故如来密意而说法欲法门，诸有智者法上应断，何况非法。佛复告具受善现言：善现，与汝意云何？颇有少法，如来应正等觉正的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耶？颇有少法，如来应正等觉时所说耶？善现答言：世尊，如我解佛所说意者，无有少法，如来应正等觉正的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亦无有少法，是如来应正等觉所说。何以故？世尊，如来应正等觉所证、所说、所思为法，皆不可取，不可宣说，非法非非法。何以故？以诸贤圣卜特迦罗揭是无畏之所显故。佛告善现：与汝意云何？若善男子或善女人，以此三千大千世界成满七宝持用布施，是善男子或善女人，由此因缘所生福聚宁位多不？善现答言：甚多。世尊，甚多。善事，
是善男子或善女人，由此因缘所生福聚其量甚多。何以故？世尊，福德聚，福德聚者，如来说为非福德聚，是故如来说明福德聚，福德聚。佛复告善现言：善现，若善男子或善女人，以此三千大千世界成满七宝，持用不失。若善男子或善女人，于此法门乃至四句迦陀受持读诵，就近通力，即广为他宣说开是如理作意，由是因缘所生福聚甚多于前无量无数。何以故？一切如来应正等觉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皆从此经出，诸佛世尊皆从此经生。所以者何？善现诸佛法，诸佛法者，如来说为非诸佛法，是故如来说明诸佛法，诸佛法。佛告善现与汝意云何？诸欲留者颇作是念：我能证得欲留果不？善现答言：不也。世尊，诸欲留者不作是念：我能证得欲留之果。何以故？世尊，诸欲留者无少所欲，故名欲留，不欲色、声、香、味、触、法，故名欲留。世尊，若欲留者作如是念：我能证得欲留之果，即为指我、有情、命者、是夫、卜特迦罗等。佛告善现与汝意云何？诸意来者颇作是念：我能证得意来果不？善现答言：不也。世尊，诸意来者不作是念：我能证得意来之果。何以故？世尊，以无少法证意来性，故名意来。佛告善现与汝意云何？诸不海者颇作是念：我能证得不海果不？善现答言：不也。世尊，诸不海者不作是念：我能证得不海之果。何以故？世尊，以无少法证不海性，故名不海。佛告善现与汝意云何？诸阿罗汉颇作是念：我能证得阿罗汉不？善现答言：不也。世尊，诸阿罗汉不作是念：我能证得阿罗汉性。何以故？世尊，以无少法名阿罗汉，由是因缘名阿罗汉。世尊，若阿罗汉作如是念：我能证得阿罗汉性，即为指我、有情、命者、是夫、卜特迦罗等。所以者何？世尊，如来应正等觉说我得无正住最为第一。世尊，我虽是阿罗汉永离贪欲，而我未曾作如是念：我得阿罗汉永离贪欲。世尊，我若作如是念：我得阿罗汉永离贪欲者，如来不应即说我言善现善男子的无正住最为第一，以兜摩所住，是故如来说明无正住，无正住。佛告善现与汝意云何？如来习在燃灯如来应正等觉所，颇于少法有所取不？善现答言：不也。世尊，如来习在燃灯如来应正等觉所，都无少法而有所取。佛告善现：若有菩萨作如是言，我当成半佛土功德庄严，如是菩萨非真实语。何以故？善现，佛土功德庄严，佛土功德庄严者，如来说非庄严，是故如来说明佛土功德庄严，佛土功德庄严。是故善现，菩萨如是兜摩所住，应生其心，不住于色，应生其心，不住非色，应生其心，不住声、香、味、触、法，应生其心，不住非声、香、味、触、法，应生其心，兜摩所住，应生其心。佛告善现
如有士夫具身大身，其色字体假使譬如妙高山王善现，与汝意云何？彼之字体为广大部。善现答言：彼之字体广大，世尊。广大善事何以故？世尊，彼之字体如来说，非彼体故名字体，非以彼体故名字体。佛告善现：与汝意云何？乃至秦家河中所有沙数，假使有如是沙等秦家河，是诸秦家河沙宁为多不？善现答言：甚多。世尊，甚多。善事，诸秦家河上多无数，何况其沙？佛言：善现，吾今告汝，开决于汝，假使若善男子或善女人，以妙七宝盛满而所勤家河沙等世界，奉施如来应正等觉，善现与汝意云何？是善男子或善女人，由此因缘所生福聚宁为多不？善现答言：甚多。世尊，甚多。善事，是善男子或善女人，由此因缘所生福聚其量甚多。佛复告善现：若以七宝盛满而所刹等世界，奉施如来应正等觉，若善男子或善女人于此法门乃至四句迦陀受持读诵，就近通力及广为他宣说开示如理作义，由此因缘所生福聚甚多于前无量无数。复次，善现，若地方所于此法门乃至为他宣说开示四句迦陀，此地方所尚为世间诸天及人阿素洛等之所供养如佛灵庙，何况有能于此法门具足就近书写受持读诵，就近通力及广为他宣说开示如理作义，如是有情成就最甚稀有功德。此地方所大师所住，或随一一尊重处所，若诸有志同犯行者，说是语义。具受善现复白佛言：世尊，当何名此法门？我当云何奉持？作是语义。佛告善现言：具受，今此法门名为能断金刚般若波罗蜜多，如是名字汝当奉持，何以故？善现，如是般若波罗蜜多，如来说为非般若波罗蜜多，是故如来说明般若波罗蜜多。佛告善现：与汝意云何？颇有少法如来可说不？善现答言：不也。世尊，无有少法如来可说。佛告善现：乃至三千大千世界大地为尘，宁为多不？善现答言：此的为尘甚多。世尊，甚多。善事，佛言：善现，大地为尘，如来说非为尘，是故如来说明大地为尘，诸世界如来说非世界，是故如来说明世界。佛告善现：与汝意云何？应以三十二大士夫相关于如来应正等觉不？善现答言：不也。世尊，不应以三十二大士夫相关于如来应正等觉，何以故？世尊，三十二大士夫相，如来说为非相，是故如来说明三十二大士夫相。佛复告善现言：假使若有善男子或善女人，于日日分舍施勤家和沙等字体，如是经勤家和沙等结束舍施字体，复有善男子或善女人于此法门乃至四句迦陀受持读诵，就近通力及广为他宣说开示如理作义，由是因缘所生福聚甚多于前无量无数。
尔时，具受善现闻法威力，悲泣堕泪，免仰门泪而白佛言：“甚其稀有！世尊，罪极稀有善事。如来经者所说法门，普为发去最上乘者作诸义力，普为发去最圣乘者作诸义力。世尊，我习生至以来，未曾得闻如是法门。世尊，若诸有情闻说如是甚深经典深真实相，当知成就最甚稀有。何以故？世尊，诸真实相真实相者，如来说未非相，是故如来说明真实相真实相。世尊，我今闻说如是法门，领悟信解未未稀有。若诸有情于当来世后时后分后五百岁正法将灭十分转时，当于如是甚深法门领悟信解受持读诵，就近通力及广为他宣说开示，如理作义，当知成就最甚稀有。何以故？世尊，彼诸有情无我想转，无有情想，无命者想，无士夫想，无卜特迦罗想，无一生想，无摩那婆想，无作者想，无受者想转，所以者何？世尊，诸我想即是非想，诸有情想，命者想，士夫想，卜特迦罗想，一生想，摩那婆想，作者想，受者想即是非想。何以故？诸佛世尊离一切想作是语矣。尔时，世尊告具受善现言：“如是，如是，善现。若诸有情闻说如是甚深经典，不惊不惧，无有怖畏，当知成就最甚稀有。何以故？善现。如来说最甚波罗蜜多，为般若波罗蜜多，善现。如来所说最甚波罗蜜多，无量诸佛世尊所共宣说，故名最甚波罗蜜多。如来说最甚波罗蜜多，即非波罗蜜多，是故如来说明最甚波罗蜜多。复次，善现。如来说忍辱波罗蜜多，即非波罗蜜多，是故如来说明忍辱波罗蜜多。何以故？善现。我习过去世曾为竭力王断之竭肉，我于尔时都无我相，或有情相，或命者相，或士夫相，或卜特迦罗相，或一生相，或摩那婆相，或作者相，或受者相，我于尔时都无有想，亦非无想。何以故？善现。我于尔时若有我相，即于尔时应有会相，我于尔时若有有情想，命者想，士夫想，卜特迦罗想，一生想，摩那婆想，作者想，受者想，即于尔时应有会想。何以故？善现。我亦过去五百生中，曾为自号忍辱仙人，我于尔时都无我相，无有情想，无命者想，无士夫想，无卜特迦罗想，无一生想，无摩那婆想，无作者想，无受者想，我于尔时都无有想，亦非无想。是故善现，菩萨摩诃萨远离一切想，应发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心，不住于色应生其心，不住非色应生其心，不住声香味触法应生其心，不住非声香味触法应生其心，都摩所住应生其心。何以故？善现。诸有所住则未非住，是故如来说诸菩萨应摩所住而行不施，不应住色声香味触法而行不施。复次，善现。菩萨摩诃萨为诸有情作义力故，应当如是弃舍不施。何以故？
善见。诸有情想即是非想，一切有情如来即说为非有情。善见。如来是时语者，地语者，如语者，不异语者。复次，善见。如来现前等所证法，或所说法，或所思法，即于其中非地非妄。善现。譬如是夫入于暗室，兜摩所见，当知菩萨若堕于室，未堕于室而行布施，亦复如是。善现。譬如明眼是夫过夜小邑，日光初时见种种色，当知菩萨不堕于室，未不堕室而行布施，亦复如是。复次，善现。若善男子或善女人于此法门受持、读诵、就近通力，即广为他宣说开示，如理作意，则为如来以其佛智悉知是人，则为如来以其佛眼悉见是人，则为如来悉觉是人。如是有情，一切当生无量福聚。复次，善现。假使善男子或善女人，日出时分以勤加和沙等自体布施，日中时分复以勤加和沙等自体布施，日后时分亦以勤加和沙等自体布施。由此法别本有作意者们，今于具支那与多百千劫以自体布施。若有闻说如是法门不生诽谤，由此因缘所生福具，尚多于前无量无数，何况能于如是法门具足毕竟书写、受持、读诵、就近通力，即广为他宣说开示，如理作意。复次，善现。如是法门不可思议，不可称量，应当悉记不可思议所感一熟。善现。如来宣说如是法门，为欲饶益去罪上乘诸有情故，为欲饶益去罪甚乘诸有情故。善现。若有于此法门受持、读诵、就近通力，即广为他宣说开示，如理作意，即为如来以其佛智悉知是人，即为如来以其佛眼悉见是人，则为如来悉觉是人。如是有情，一切成就无量福聚，皆当成就不可思议、不可称量无边福聚。善现。如是一切有情，其间何单如来无上正等菩提？何以故？善现。如是法门非诸下列性解有情所能听闻，非诸我见，非诸有情见，非诸命者见，非诸士夫见，非诸卜特迦罗见，非诸一生见，非诸摩那婆见，非诸作者见，非诸受者见所能听闻。此等若能受持、读诵、就近通力，即广为他宣说开示，如理作意，无有是处。复次，善现。若地方所开此经典，此地方所当为世间诸天及人、阿素洛等之所供养礼敬，又绕如佛灵庙。复次，善现。若善男子或善女人于此经典受持、读诵、就近通力，即广为他宣说开示，如理作意，若遭轻毁，即遭轻毁。所以者何？善现。是诸有情宿身所造诸不净业应感恶趣，以现法中遭轻毁故，宿身所造诸不净业皆悉消尽，当得无上正等菩提。何以故？善现。我亦过去于无数劫复过无数，于燃灯如来应正等觉先复过先，曾值八十四俱之那与多百千诸佛，我皆成事，既成事已皆无违犯。善现。我于如是诸佛世尊皆得成事，既成事已皆无违犯。若诸有情后时、后分、后五百岁正法将灭时分转时，于此经典受持、读诵、就近通力，即广为他宣说开示，
如理作义。善见，我先弗惧于此弗惧，百分计之所不能及，如是千分，若百千分，若惧之百千分，若惧之那与多百千分，若数分，若计分，若算分，若欲分，若乌波尼沙坛分，亦不能及。善见，我若据说当于尔时是善男子或善女人所生福聚，乃至是善男子是善女人所设福聚，有诸有情则便迷闷心或狂乱。是故善见，如来宣说如是法门不可思议，不可称量，应当希冀不可思议所感一熟。尔时具受善现复白佛言：世尊，诸有发趣菩萨乘者，应云何住？云何修行？云何设伏其心？佛告善现：诸有发趣菩萨乘者，应当发起如是之心，我当皆令一切有情于无于一妙涅槃界而般涅槃，虽度如是一切有情令灭度矣，而无有情的灭度者何以故？善现，若诸菩萨摩诃萨有情想转，不应说明菩萨摩诃萨所以者何？若诸菩萨摩诃萨不应说言有情想转，如是命者想、是夫想、卜特迦罗想、一生想、摩那婆想、作者想、受者想转，当知一耳。何以故？善现，无有少法名为发趣菩萨乘者。佛告善现：于汝意云何？如来习于燃灯如来应正等觉所，颇有少法能证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不作是语矣。具受善现白佛言：世尊，如我解佛所说义者，如来习于燃灯如来应正等觉所，无有少法能证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说是语矣。佛告具受善现言：如是，如是。善现，如来习于燃灯如来应正等觉所，无有少法能证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何以故？善现，如来习于燃灯如来应正等觉所，若有少法能证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者，燃灯如来应正等觉不应受我计言，汝摩那婆于当来是名释迦牟尼如来应正等觉。善现，以如来无有少法能证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是故燃灯如来应正等觉受我计言，汝摩那婆于当来是名释迦牟尼如来应正等觉，所以者何？善现，言如来者即是真实真如增语，言如来者即是无生法性增语，言如来者即是永断道路增语，言如来者即是毕竟不生增语。何以故？善现，若实无生即罪甚易。善现，若如是说如来应正等觉能证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者，当知此言未不真实，所以者何？善现，有彼谤我岂不实直？何以故？善现，无有少法如来应正等觉能证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善现，如来现前等所证法，或所说法，或所思法，即于其中非地非妄，是故如来说一切法皆是佛法。善现，一切法一切法者，如来说非一切法，是故如来说明一切法一切法。佛告善现：譬如是夫具身大身，具受善现即白佛言：世尊，如来所说是夫具身大身，如来说未非身，是故说明具身大身。佛言：善现，如是，如是。若诸菩萨作如是言，
我当灭度无量有情，是则不应。说明菩萨何以故？善现颇有少法名菩萨不？善现答言：不也。世尊，无有少法名为菩萨。佛告善现：有情有情者，如来说非有情，故名有情。是故如来说一切法无有有情，无有命者，无有士夫，无有卜特迦罗等。善现，若诸菩萨作如是言，我当成半佛土功德庄严，亦如是说。何以故？善现，佛土功德庄严，佛土功德庄严者，如来说非庄严，是故如来说明佛土功德庄严，佛土功德庄严。善现，若诸菩萨于无我法无我法深信解者，如来应正等觉说为菩萨。菩萨，佛告善现：于汝意云何？如来等现有肉眼不？善现答言：如是。世尊，如来等现有肉眼。佛言：善现，于汝意云何？如来等现有天眼不？善现答言：如是。世尊，如来等现有天眼。佛言：善现，于汝意云何？如来等现有慧眼不？善现答言：如是。世尊，如来等现有慧眼。佛言：善现，于汝意云何？如来等现有法眼不？善现答言：如是。世尊，如来等现有法眼。佛言：善现，于汝意云何？如来等现有佛眼不？善现答言：如是。世尊，如来等现有佛眼。佛告善现：于汝意云何？乃至秦家河中所有诸沙，如来说是沙不？善现答言：如是。世尊，如是。善是，如来说是沙。佛言：善现，于汝意云何？乃至秦家河中所有沙数，假使有如是等秦家河，乃至是诸秦家河中所有沙数，假使有如是等世界，是诸世界名为多不？善现答言：如是。世尊，如是。善是，是诸世界其数甚多。佛言：善现，乃至尔所诸世界中所有有情，彼诸有情各有种种，其心留住我悉能知。何以故？善现，心留住。心留住者，如来说非留住，是故如来说明心留住。心留住所以者何？善现，过去心不可得，未来心不可得，现在心不可得。佛告善现：于汝意云何？若善男子或善女人，以此三千大千世界盛满七宝奉施如来应正等觉，是善男子或善女人，由是因缘所生福聚宁位多不？善现答言：甚多。世尊，甚多。善是，佛言：善现，如是。如是，彼善男子或善女人，由此因缘所生福聚其量甚多。何以故？善现，若有福聚，如来不说福聚。福聚，佛告善现：于汝意云何？可以色身缘识观如来不？善现答言：不也。世尊，不可以色身缘识观于如来。何以故？世尊，色身缘识色身缘识者，如来说非缘识，是故如来说明色身缘识色身缘识。佛告善现：于汝意云何？可以诸相具足观如来不？善现答言：不也。世尊，不可以诸相具足观于如来。
何以故？世尊，诸相具足诸相。具足者，如来说未非相具足，是故如来说明诸相具足诸相具足。佛告善现与汝意云何？如来颇作是念：我当有所说法耶？善现，汝今悟当作如是。观，何以故？善现，若言如来有所说法，即为谤我，未非善取。何以故？善现，说法说法者，无法可得，故名说法。尔时，具受善现白佛言：世尊，于当来世后时，后分后五百岁，正法将灭十分转时，颇有有情闻说如是色类法，以能生信不？佛言：善现，彼非有情，非不有情。何以故？善现，一切有情者，如来说非有情，故名一切有情。佛告善现与汝意云何？颇有少法，如来应正等觉现正无上正等菩提耶？具受善现白佛言：世尊，如我解佛所说义者，无有少法，如来应正等觉现正无上正等菩提。佛言：善现，如是，如是。于中少法无有无的，故名无上正等菩提。复次，善现，是法平等，于其中间无不平等，故名无上正等菩提。以无我性，无有情性，无命者性，无士夫性，无补特迦罗等性平等，故名无上正等菩提。一切善法无不现正，一切善法无不妙觉。善现，善法善法者，如来一切说为非法，是故如来说明善法善法。复次，善现，若善男子或善女人及七宝具量等三千大千世界，其中所有妙高山王持用不失。若善男子或善女人于此般若波罗蜜多经中乃至四句迦陀受持读诵就近通力，即广为他宣说开示如理作义。善现，前说福聚于此福聚百分计之所不能及，如是千分若百千分，若聚之百千分，若聚之那与多百千分，若数分，若计分，若算分，若欲分，若乌波尼沙坛分，亦不能及。佛告善现与汝意云何？如来颇作是念：我当度脱诸有情耶？善现，汝今悟当作如是观，何以故？善现，无少有情如来度者。善现，若有有情如来度者，如来即应有其我执。有有情执，有命者执，有士夫执，有补特迦罗等执。善现，我等执者，如来说未非执，故名我等执。而诸渔夫一生强有此执。善现，渔夫一生者，如来说未非生，故名渔夫一生。佛告善现与汝意云何？可以诸相具足观如来不？善现答言：如我解佛所说义者，不应以诸相具足观于如来。佛言：善现，善哉，善哉，如是，如是，如汝所说，不应以诸相具足观于如来。善现，若以诸相具足观如来者，转轮圣王应是如来，是故不应以诸相具足观于如来。如是应以诸相非相观于如来。尔时，世尊而说颂曰：诸以色观我，以音声寻我，彼声缕邪断，不能当见我。应观佛法性及导师法身，法性非所识，故彼不能了。佛告善现与汝意云何？如来应
正等觉以诸相具足现正无上正等觉耶？善现。汝今勿当作如是观。何以故？善现。如来应正等觉不以诸相具足现正无上正等菩提。复次，善现。如是发趣菩萨成者，颇施设少法若坏若断耶？善现。汝今勿当作如是观。诸有发趣菩萨成者，终不施设少法若坏若断。复次，善现。若善男子或善女人，以勤加和沙等世界盛满七宝，奉施如来应正等觉，若有菩萨于诸无我无身法中获得堪忍，由是因缘所生福聚甚多于彼。复次，善现。菩萨不应设受福聚，具受善现即白佛言：世尊，云何菩萨不应设受福聚？佛言：善现，所应设受不应设受，是故说明所应设受。复次，善现。若有说言如来若去若来若住若坐若卧，是人不解我所说意，何以故？善现。言如来者即是真实，真如增语，都摩所去摩所从来，故名如来应正等觉。复次，善现。若善男子或善女人，乃至三千大千世界大地及为成量等世界，即已如是无数世界色相未量别本有作末者，如即为具。善现。于汝意云何？是即为具宁为多不？善现答言：是即为具甚多。世尊，甚多。善事，何以故？世尊，若即为具事实有者，佛不应说未即为具，所以者何？如来说即为具即为非具，故名即为具。如来说三千大千世界即非世界，故名三千大千世界。何以故？世尊，若世界事实有者，即为一合执，如来说一合执即为非执，故名一合执。佛言：善现。此一合执不可言说，不可细论，然彼一切愚夫一生强执是法。何以故？善现。若作是言：如来宣说我见、有情见、命者见、是夫见、卜特迦罗见、一生见、摩那婆见、作者见、受者见，于汝意云何？如是所说为正与不？善现答言：不也。世尊，不也。善事，如是所说非为正语，所以者何？如来所说我见、有情见、命者见、是夫见、卜特迦罗见、一生见、摩那婆见、作者见、受者见即为非见，故名我见乃至受者见。佛告善现：诸有发趣菩萨成者，于一切法应如是知，应如是见，应如是信解，如是不住法相。何以故？善现。法相法相者，如来说为非相，是故如来说明法相法相。复次，善现。若菩萨摩诃萨以无量无数世界盛满七宝，奉施如来应正等觉。若善男子或善女人，于此般若波罗蜜多经中乃至四句迦陀受持读诵就近通力如理作意，即广为他宣说开示，由此因缘所生福聚甚多于前无量无数。云何为他宣说开示？如不为他宣说开示，故名为他宣说开示。尔时世尊而说颂曰：诸和何所为？如心意灯幻漏泡梦电云，应作如是观。时宝家梵说是经已，
尊者善现及诸别除、别除尼、乌波所迦、乌波斯迦，并诸世间天人、阿素洛、建达富等，闻薄伽梵所说经已，皆大欢喜，信受奉行。《大般若波罗蜜多经》卷第577。